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是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忘掉我，陪我看你，你看我，相对谢谢大家，哎，好可爱，好漂亮的衣服啊！哎呀，多鲜艳的颜色！嗨，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凤飞飞，我是费玉清，欢迎收看《飞上彩虹》。刚刚这首《巧合》，哎，这么多年来，听起来还是一样轻松愉快，一样那么的感，就是感觉那么舒服。哎，对对对，巧合。我们说巧合，我们乐队先生说，哎，巧合，巧合。好，那么提到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巧合的一些故事。哎呦，照您这话的意思，对，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报章的报道，报道有一个女孩子，哎，年纪也不小了，是是，以啥子不？然后他就相亲啊，相亲相了四次呢，还是相不着。拍车，后来他就没办法，他去上网路，哎呦，去相，哎，相中了一位，哎，没办法，然后约出来，啊，原来那位是他相的第四次的那位男士。哎呦，以前怎么跟他错过，两个人一见面就笑，然后这一笑呢，就把这个音乐给促成了。哎呦，这只是缘定三生，是，这是一个微笑温馨的巧合。可爱，就谁干嘛？我讲这巧合，讲衰，就觉得他在东南亚都传为笑谈。哎，他们跳楼自杀，都对自己的尾巴长。那快说着，对我拉开一跑掉。哎呦喂，那还那讲啥？这个嘛，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我也常常注意这些奇怪的新闻，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在美国的，不告诉我，今年才5岁，带妈妈来去看这个斗牛啊，那牛啊奇怪，像香肠一样一直跳舞。就是要把背上的人甩下来，那牛跳出栏杆外面来了，然后呢他妈妈抱着跑啊，这小孩子也掉了下来，还骨尾咔斩了，哟，腿又把他踩断了，哇，可怜，送医院，救了回去以后啊，过不了几个月家里又着火，哎呀，整个烧了精光，他还好，只是擦伤有一点烤焦了一点点把白修宽了。哎呀，后来又过了一阵子，生活搬到隔壁城镇，又碰到强匪来了，把他当人质啊。哎呦，我跟他们讲，就money 拿起来，最后是不可能，警察包围他，他把他丢到河里去了。哎呦天哪！伊娜姆咱还抱了奶酒，说警察跳下去又把他救起来。哎呦，后来坐小飞机到附近去，去这个在国内的飞机啊，不知道去哪里玩，又碰了飞机失事，哗嚓，哎呦，摔在山腰上，只有他哇，哎呦救起来，你可能就有告诉我了，还进入例如惊世纪录。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眼睛有个组织坏死，送到医院，这也是美国的消息。赔了不少，真的，你现在是讲真的假的？真的，赔了1000多万美金啊！那是挖右眼还是怎么样？推进去，护士一盖错了，左眼挖掉。我告诉你，这也是哦，赔了不少医药的费用。哎呦天哪，不得了，这保险赔了1000多万美金。还有，是还有一个年轻人，今年15岁了，怎么样？也是国际上的新闻，是从来没有下过床。健康的活得好好的，都在医院里。那小的时候就早产，就让他吊点滴一大堆，说了不是玩滑板腿摔断了，哇，住了半年以后，一想又左骨又折断了哈，几天他的跪给他老个用老茧，已经住了15年在床上读书，从来没有下床过，接二连三的。好了好了好了，你看这巧合，刚刚你看看嘛，这哪是？
次巧合就结束难逃，还是巧合？哎呀，还是你那个巧合好，要多来点那样的巧合，对对对，这样温馨的巧合。哎，是。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将有很多精彩的，不是他的巧合，哎、我这样的写，这样的形态的巧合、哎、会呈现给大家。欢迎您收看《飞上彩虹》。在今天节目中为你介绍两位新生代的歌手、哦、他们歌唱得非常的棒，主持节目呢更精彩。哎呦，这两位是傅威、姚代伟、哎、欢迎他们、啊、两位都是在歌唱方面、主持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是是是，谢谢。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一开始在什么样的环境，在 pop 啦、餐厅啊、等等地方演唱。就是我们更好奇，刚刚跟凤姐我们在聊天，这个英文怎么这么好？就是两个人一人来一段字正腔圆的、啊，为什么、啊、你是 pop 磨练出来的？对，其实、啊、那 David 呢？一样，也有经过这个阶段。对，我其实最早踏入演艺圈是参加歌唱比赛，那后来有一些因缘机会，到了很多的像他刚刚跟傅威一样，同样在很多的 piano bar， 还有像一些 live house 在演唱一些西洋歌曲，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就学会了很多很多的好听的英文歌。是是是，而且他们啊，不但是在 pop 里面唱。自己负责唱的部分，中间的搞笑逗趣一下，幽默自己设计的，都自己来包办的。对，像傅威在那个现场演唱、哦、他的模仿真的是一级棒，他好厉害、啊。还说他模仿你也够厉害，他也厉害呀、啊。忽男忽女，没有，今天怎么能放过他？对，在凤姐面前要秀一下，凤姐这样年轻一代的厉害。因为我是第一，我是如果说今天我是第一次看他们两位在现场表演啊，好不好？ Okay.我要先的、啊、那你刚说我忽男忽女吗？那我今天就来模仿一个男歌手的声音好了，今天是有一点点的感冒，来试试看哦。好，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听出来是谁？听出来是谁吗？蔡秋凤。蔡秋凤在唱周华健的歌。没有，其实那个 David 今天是感冒啦，
其实我以前听过，其实我们小哥学那个周华健，对呀、啊，讲到模仿应该是你最棒。爱相随，爱纷飞，哪怕心儿永不回，我又怎么有路可退？怎么连我们也听下去？不过这样听起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周华健啊、蔡秋凤啊，还有什么王菲啊，其实他们的唱法都很像，最后都要爱相随。不过不讲到这个，营养嗯，应该有一位这个鼻祖哦，是哪一位？这个他最会模仿了，那赶快赶，就赶快说出来一下。晚安，我亲爱的三金将士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飞上彩虹》，我是台青。哎呦，吹台青、啊，吹台青，对呀、啊。不是你再没模仿一次，待会儿那个词儿还要重来一次。你模仿的时候，我只觉得有一点地方啊，你这个动作好像他还是保守了一点。这个没有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抱歉啊，我好像学他学了很多次了，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哎蛮好的，只有一个动作我一直学不来，而且做不出来。我不是示范好几次给你看吗？我做不出来，再示范一次，就是那个这个重点下歌。以前看那个台青姐在这个进歌之前都会有噔噔噔噔噔噔，一个过门嘛，对不对？过门的部分哦，动作好多。对，老师麻烦给我们一个过门好不好？不是过门，不是过门，我先解释一下。爱神爱神，呜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常常讲噔噔。没有任何的方向的目标，是不是？每一次都学到了啊！他随时就一个 pose 出来，可是我们做起来好像这个机械。那就现在现场来一下嘛？这样对，小哥也来一下。好，我就现场先唱，然后那个到那个过门部分，小哥丢给你，你就马上跑出来，这样帮我把前面完成。我来转一下，来。哎呀哎呀哎呀，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先从讲话开始。请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爱神》，谢谢大家，谢谢。喜欢在三金教室前面，没错，唱军歌。我也有我的姐妹套，我带来了我的姐妹套，为大家表演这个部分。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大家还有力气吗？哎呦，我们小哥今天一功都不少，是不是一个月以来的运动量在今天都已经发挥完了，对不对？三卡拉塔的打这个模式，哎呀，这见识一下年轻人哈，模仿还真是看他们表演，真的很过瘾的。哎，而且英文还真棒，刚刚又重复到前面的话。我们刚刚还在聊说哈，有一些艺人那个出场很重要，是这个神情仪态各方面会表现他本身演出是不是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哎，是。你那么案例呢，形容一下某一些人。是。我倒不是什么肢体语言专家，我刚刚跟他们聊了一下，对，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出场的时候，有时候撩到裙子啊，或者是走下楼梯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是很重要，对，就出来了。凤姐讲的要有自信跟气势，像我发现了蔡琴唱歌就是蔡琴，就是她费玉清，你觉得我唱歌怎样？我说特别稳的感觉到，对，你也注意到了，因为我们要跟观众对看的时候，一定要停五秒钟。哎，我说哎，这是什么学问的琴匠？你看我唱歌出台，眼睛要扫射四方，而且一定要定在五秒、三秒之间。所以她下台的时候，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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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人告诉我，爱情像……对，三秒钟，确实他出场了。对，没错。比如说在西餐厅，大家吃的噼里啪啦喝了。阿玲啊，跟邓哎呀哈，那冰水嘎当不？可是一到他出场，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人吵。啊，又看到一个高贵的人家，大家就听他唱歌了，是那个神经就把观众给罩住了，瞪住他，不准把牛排吞下。提到刚刚他们一开场唱那首英文歌非常好听，好，那么谈谈英文歌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记忆力？比如说你在最早期第一次听到的，或者是熟悉的英文歌，第一首英文歌，最早的第一首英文歌是 You Are My Sunshine。 那时候我因为住眷村，那就有很多这种大哥哥啊，他们就会教我唱这首歌。那时候我好像才三岁吧，三岁我就会唱这首歌，所以印象就是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So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三岁就会唱这一首歌，三岁这么早就学，很可爱的一首歌。我第一首会把它整个唱完，然后段落都知道是 Feelings。 哎呦，这个是 We are you Nothing more than we are you。 天哪，没有，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个问题，我们已经乱了。Feeling 它是对，那时候其实不太会，那个字还不太懂，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的啊，把它硬是用英文字典的，对，把它整个背起来。不过这首歌对我意义非常的大，就 Feeling 这首歌，其实我就会唱这么一首歌。那我会进歌坛就是参加歌唱比赛，而且是用 Feelings 这首歌得到冠军，所以就那时候得冠军，所以才踏入这个演艺圈，开始唱歌。那菲菲小姐呢？您是第一首英文歌？我那个时候，应该在民国56、57左右的时候，应该是 The blue blue my world is blue， 爱是忧郁， Love is blue， 安定威廉时代。那我那个比较也是蛮流行，后来还被皮鞋油拿去做广告。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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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等等啊，没关系，等等等擦一擦亮晶晶。 Say yes my boy be my love， Say yes my boy。 你看这些回忆啊，哎呀，真也是。事实上我们今天发现有没有聊聊聊的唱，聊聊聊的唱，干脆我们来个甩歌好不好？这样子好了，这是个建议，好，甩甩歌，甩甩歌，对，都选一些翻译歌曲，都翻译歌曲，就把这个歌来当主题好了。好，那你从谁先？客人先来，那就我先了。好，这是高矮秩序，是不是？高矮秩序，我就先了。你只要占便宜。对啊，我先唱。不，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比较好呢？就翻译歌曲，稍微年代老一点点的。好，我唱好有中文有英文这样子的歌。那我唱一个比较特别的。其实这个歌在以前的版本来讲，它是一个妞妞舞的版本，不过现在大家都喜欢把它改成很不一样的，尤其在 live 你会唱，就是 live house 哦，他们有舞池的那种，就会故意把歌都改那个 tempo， 换种唱法，然后唱得很 sexy， 然后大家就开始跳热舞。来，马上老师请了。好。Your wings so you can fly. I'm a lover, that's a cry and shame. And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to blame.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You mess me up, a good right.
on me。好精彩，他们两个，没有，我们快飙不过了。我觉得好棒的这样的感觉，让大家一起，然后把一些耳熟能详老歌，大家在一起这样唱一唱，让大家也能够回忆一下这个旋律，真好。对啊，其实可是这样一直唱下来，就是小哥刚刚忘了那雨的旋律，好像你还造了另外一个版本，就今天好收敛呢。是一定要在那个别的节目才要表演吗？你们都唱英文的，害我到这边来啊！第一句还差点吐词。他本来要唱什么，你们知道吗？可不可以讲？可以。他跟他另外一个 partner 的时候，每次唱这个歌都会唱成别的。你吃我。你吃我喝我用我睡我把我刷，我擦擦擦擦擦擦擦，真的有好，最后非常感谢他们两位参加节目，好，谢谢峰姐，谢谢。那广告过后，我们继续飞上彩虹。对，50块，50块，我还要修指甲呢。赶快要放哦，不放等下变成爱欲结冻了。好恶心啊，小哥！简直是牛肉汤啊！好恶心啊！
今天我们演出的名单当中呢，我看到一个名字，王雪娥。哎，我还问你，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新人？新人啊、哦，原来是 Billy。什么时候改名字我都不晓得。这该在算我啊，算我，蛮亲切。一会儿再来问问为什么到现在才改名。一起来欣赏他的热歌热舞，《青春阳光欢笑》欢笑。和您见面了，嗨，这个歌曲真的热歌热舞啊，哎呀，劲道，好久没见嘞，对，我们经常在街上碰上，他就住在我们家对面，哦，他是邻居啊，对，邻居，对，是是。那么提到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吗？怎么会到现在才给改名字呢？因为我6、7年没出片呢，想说改回自己原来的名字，比较真实一点。啊，回来，啊、回到自己，对返璞啊，返璞归真。连、都这个名字真爽，真爽啊！阿我，阿我，啊，其实阿鸾呐、啊，听起来觉得怎样？我觉得亲切啊，我觉得蛮有乡土气息，蛮好啊。说到这个人啊，一根肠子通到底，观众都知道。哎呀。对他好像除了衣食住行之外什么都不管，好像。对，有了还要管小孩啦。啊，这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啊。对。你要问他什么一些时下的新闻啊什么啊？现在五院院长是谁？不可以问我这样的问题，多可怕的问题。懂得开一点。就邓小平最近很难呢。要访问台湾，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很好啊，我们可以请他来啊。我们台湾现在这么有钱，啊，这国家这么发达，拜托了，邓小平一定穿的。怎么不能我画报纸啊？什么时候啊？哎呦，还没收到讣文呢。所以你看，你平常我真不知道，这个平常你的生活里啊，大概都是忙上忙下，都是家庭。对啊，你工作之外就有小朋友，对不对啊？就很忙啊。哎呦，他还能开店呢、啊。那你怎么办？还要开店多好玩！开店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呢。有些欧巴桑来买东西哦，你自己把他包等票，他还不要。他说现在不抓的菜啊，因为回去怕先生骂，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买菜顺便拿回家这样。哎呦，管账还真不容易了。对对。然后我们现在谈到所谓的感性的王雪娥哈，我想听听现在的你本身的一些歌路的新发展啊。最近出了个新专辑啊。对。你自己有什么对专辑方面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现在唱歌比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 Billy 比较动感，那现在的雪娥呢，因为6、7年没有出片，那我就是希望把我真实的感觉啊唱出来。先秀一首好感性的王雪娥。好，我唱一首我这张专辑之前有一首暖身的歌，我出了一首歌叫《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多好的词儿！这是苏永康男人唱红的歌。对，哎呦，他的女人来唱，听听看，那听听看有另外一种味道。好，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得我哭不过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责，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你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你尽力而为，相信我。听比利唱这么感性的歌，哎，沙沙的声音唱起来，他本身唱慢歌好听，哎，听起来鸡皮疙瘩会起来，哎，对对，很有感觉，另外一种表达。谢谢谢谢。就说比利本身也是个玩家，很喜欢到全世界各国去玩，应该可以开个旅行社比较好一点。就是啊，包遍不少地方。我真的很喜欢玩，很喜欢旅游，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去玩。哎，我光南非就走了八个国家，哎，怪南非，这是太多人，演艺圈都报名了。你什么时候走，拜托通知一下。跟你讲，真的，南非有一个地方叫 Lost City， 叫迷失之城啊，迷失之城。它的那个东，那个整个赌城啊，比拉斯维加斯还要漂亮。它整个国家的人啊，在那个 Lost City 里面工作，整个国家的人。对，直接在那里就就业，对对对，因为它太大了，那个赌城太大，你进去要住在那边两三天。整个国家的人都在赌城里。对，因为它是一个小国。然后南非其实很漂亮。光上次听他讲，在泰国海滩上还牵了那个小象来遛，六象，50块台币，然后遛一圈，那象子跟着他走。早上就牵着那个，不是牵狗，牵大象去，好棒啊！哎，好过瘾。喂他吃凤梨，这样，然后给你这样子拜拜，这样。啊，谢谢谢谢，好可爱。躺在沙滩旁边按摩一天，对，50块。50块，我还要修指甲这样。我觉得爱心爱巧点，不要老是去新加坡而已。常跟他讲，新加坡两天就逛完了，我带你去旅游，旅游一下。对，哎呀，可是那飞机坐得很远，你说南非飞机有我在，你怕什么？30几个钟头，有我在，16个钟头可以跟你一直聊天，16还要看电影，不止吧？哦，南非不止，去美国16个钟头，对，到了还得剃胡子，羞顾啊。你出门的时候带不带孩子？带，我们暑假寒假带着孩子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时候暑假最棒，就是说陪着孩子去旅游，然后还可以机会教育，然后让他们看看世界有这么大，有太多东西可以学。今天呢，比利到我们节目中来，也知道他有新片出，那么我们在这里预祝比利这张唱片呢，卖不行这一张。我在万丁德后，谢谢贝贝。贝贝，我说真的，我要是50万，我一定去香港看你，一定有。好。那好，谢谢。那里介绍你的这首新歌好不好？好，这首歌要献给全天下相爱的人，叫做《爱人》。哦，那我也好好听听这首歌了。对，爱人是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我是完全属于我，我真的很自由，我真的很快乐。爱上你以后，我的心一分为二，一半留给寂寞，一半留给等候。一点一点渐渐心甘情愿，让你的片刻温柔变成我的枷锁，一遍一遍慢慢无迹不变，让我的一生一恋变成你的昨天。哦，爱人，好想再见你一面，好想
再抱紧你一点，好想再重来一遍。哦，爱人，请你再爱我一天，一天也许可以一年，一年之换个永远。爱上你以后，的心一分为二，我真的不自由，但是我很快乐。My love。 我抓了超好洗一次，那个水还好饿啊，赶快要放了，不放等下变成爱欲结冻了。歌舞啊，是是是，把他请过来。哎，小魔女，欢迎，小哥好，莫姐好，各位大家好。哎呀，今天的小魔女像 Peter Pan 啊，对呀，有异曲同工之妙。哎，造型啊，对，造型就是。但是从头到尾呢，其实都是原创的，而且呢都是定做的。他在香港红的不得了。哎呦呦，我都不大清楚，我那个8岁的儿子最清楚。真的吗？真的。我要要求他功课我要考得好，成绩要好，我也有个条件，要买萱萱的袋子，买他的袋子，还陪他跳，陪他唱。哦，对，还有录影带一起发行。左三圈右三圈，屁股站起站起，咱们来做运动。哎呀，说这个玛格丽娜的流行的旋风不得了，对啊，他们到台湾来好像流行了一下子，就是没有办法红到很彻底。研究的结果之下也是被你的歌打到一下。不会吧，没有那么严重。萱萱在现在呢，在小朋友的这个地位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对对，他流行什么小朋友就跟着什么。就是啊，嗨，这新兴人类里面这个算是 X 世代啊。对啊，有 X 世代还有 Y 世代。哎，你看这个装扮，眉毛还有亮片。对啊，因为有魔力的感觉，嘴唇也有那个金粉。对对对，这都算很客气的。现在 X 世代里面不得了，耳朵打好多洞，
身上的纹身呢、啊？哇、哦，这些，这些你好像没有，妈妈管得严着。还好哎、啊，都有了，就是都有了。说就是继续在增加中。不过一定要征求这父母的同意，对，对，不可以说照自己的意思啊。其实还是要打声招呼才行。对，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很注重自我，对对，然后要一定要有型。对，然后呢，要自己要有自己的自由，是是，然后就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伤害到自己或者是影响到别人，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好只要我喜欢就可以的。对对 对, 对 ，X 世代里面都有一些很不错的名字，自己觉得流行的名字。嗯、对，你有没有英文名字？有啊，叫做 Mavis。Mavis， 小哥怎么这么那个脸？哎，不好念了。早期的英文是是是英文名字比较好发音，不叫 Mavis 啊，不会。哦、以前 Mary 啊 ，Mary， Peter， 彼得 ，Jenny， 亨利 ，John， 约翰 ，William。我说比喻那个名字翻成我们中文，不要说不是正翻的，就是类似这样子近体的，就是。对是啊，刚刚你讲那些话 ，Mary 是差不多。Mary 差不多像金鸡啊，这种就是它的通俗性特点呢。Peter 这些哈，差不多纪勇就可能。哇塞，那小哥你有没有英文名字？我就是不敢取啊，就怕这个时代一直流行啊。真的吗？没办法，这个做一个总决定。以前一定有吧？以前吓死人了。叫什么？叫吉米。啊，那个我不认账，那个我不认账。吉米，冒险呢？我。菲菲，菲菲不错啊，菲菲不错哈，菲菲还好。我那个吉米简直是阿狗啊一块，然后阿醉啊一块。对，后期就稍微好一点了。后来又变了。Jessica 啦 ，Maria 啦。你刚刚说的英文名就好一点，就有一点像那个什么梦涵啊，什么什么哎，就在那个真那个笔友。对对对，你也看过这些？什么南国影画后面？什么梦迪啦？哎呦，差不多是 Irene 啦。有些照片啊，凤姐你也知道吗？哦，早期南国电影是吧？我最多，我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还偷看，被老师没收过。啊哈，早期南国电影就是这样子，是哎呀，摆 pose。对对对对对对一定那个手的角度，一定要这样，一定要手，对，很重要。我知道萱萱那前一阵子出那个魔法书了，魔法书啊，卖呆了，真是。上次那个魔法书里面有好多人物，还有好多种代表的，听说有第二集了，还有第二集来了。对，可是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唱舶来品。哦，舶来品，现在日本的歌，舶来用。对，我们现在是用本土的了。对，完全词曲还有连卡通都是国人自己创作的。小朋友有福，有没有东西是现在可以看一看？哎，听说有一段影片是？对 ，Part Two 是魔法书。来，我们来看看。对，小魔女和她的家人魔王明库爷一家人都哇，搬到地球来了耶！这是我正面、侧面、特写、鬼脸。我是摩登家庭的库爷，魔王库，你还有金子，你们不要理我，谁要理你？真的不理我，是摩登家庭的魔王明，怕了吧？快审他！我不怕，快点，我怕，快他，我怕吧？快审他！我真的怕。摩登家庭喵弟弟，不要，不要，怎么样啦？这次也是有我们的这个主角在里面。对呀、啊。怎么一次变很多，有意思，真是完全。我儿子，我得还要再给他买一套。对啊，其实就是想要给小朋友一些新的，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可惜，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最大的动画的代笔的国家耶。哎呦，是吗？这所有那个，比如说美国迪士尼啦，或是日本什么小叮当什么，所有的动画都是台湾。都是台湾来动、哎、真的人才在我们这儿、啊、对，所以我们应该其实创造一些我们本土的啊，是，所以我们应该自创、啊、对、啊、自创从萱萱带头哈，希望嗨。那今天呢，在萱萱在我们节目中带来什么新的歌曲？新歌，唱一首很有教育意义的歌。哪一首？因为小朋友很多都不喜欢洗澡，所以就唱我爱洗澡。我爱洗澡啊，对，爱洗澡，对，要告诉他们我爱洗澡。就是小朋友都不爱洗澡，清洁工作累了就睡觉，个人卫生那还得了啊？对对对，那个是真的，好好洗一个澡，一搓下来水上一层。我儿子不喜欢刷牙，我儿子不喜欢刷牙。哎，我们有刷牙哥，哎，有刷牙哥，对，哎呀，太棒了！爱洗澡，我要洗澡，我爱洗澡，太棒了！我们邻居的太太就是小孩三四个，又是男孩又皮啊，一下子玩的满身大汗都不洗澡，偶尔抓来好好洗一次，那个水还得偶尔啊，赶快要放了，不放它要变成爱玉结冻了。好恶心。
心啊，小哥，简直是牛肉汤啊，罗宋汤，好恶心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我爱洗澡》。哎，小朋友要洗澡啊！哎，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哇，手大家拢穿内裤啊！你，我真系一直穿到对啊，好衫裤，还是安尼穿。他又唱这首。风风飘飘飞啊！啊，衫裤，衫裤，食迄个金光鱼片也出来。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凤怀乡土情，歌谣传千里。是，今天台湾谈通调这个单元，那么节目中要为你介绍一首很有意义性的歌，怎么说呢？是，那么这首歌的诞生从现在推敲起呢，是有65年的历史，民国21年的作品，也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台湾歌谣的第一首《桃花泣血记》。这首歌本身它是当年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个时候的电影还是默片时代，还默片的时代、是刚才翻了一下资料，原来这个剧情是描述一个这个知识青年爱上了一个贫困的牧羊女，那个时候一定要门当户对，对，因此他要争取这个
感情的自由，所以写下了这首主题曲，配合这个剧情，是算是一首爱情争取的歌曲。嗯，对，那我觉得今天应该首当这首歌曲的播出。对，你刚才说它是台湾歌谣里面的第一首流行歌曲，第一首流行歌曲，对，桃花泣血记，我也没这个听过，我请我的天，哎呀，那您来诠释、一定格外有味道，欢迎邓飞飞的演唱。这就是桃花泣血记啊，哎，我以为相当的悲伤，哎，这个还蛮啊相当轻快的、不知道，也可能也许在他们的片子里头的进行跟歌曲，可能还是有一种不同的表达的空间。是是，哎，以前还中规中矩，歌词里还要写的主角的名字，对呀、对，德恩啊、林高啊，这是在剧里头的那个男女主角的名字啊。是是。那么提到我们台湾歌谣，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值得我们去敬仰，或者是去尊敬他们的，有一些，比如说像他们学到老唱到老，有一些资深的一些台湾歌谣的演唱者。是是，对对对，尤其他们来诠释那个当时流行的歌，还有尤其很多他们还是自己原唱的。原唱者。哎呀，很多歌曲到现在流传，大家都在唱，还是不如他们本人来现身说法。是是。哎，特别的有味道。对。今天请来了一位特别来宾啊。也是说可以算是我们台语歌坛里面一本活字典、对，哎，郑日清先生来到节目中，一起来欢迎他呀，对，李清先生，豆大花一起身材保持到像好，是啊是啊，偶像本身也是安尼，过了十年拢无变啊，气势也是好啊，是是啦，足青春呢，足青春呢，跳去恰恰的时阵，哦，卡波呢，哦，非常轻盈啊，啊，因为这样让对少年对袂掉啊，哎呀，恰恰过回波，以前咱偶像温布啊哈，听你唱这个唱这个舞蹈，迄阵是是啊，是到阮接囡啊囡啊时代。我妈妈的时代就听欧弟上的歌曲，阿妹的时代都听，就是好那个时候，比如说，欧弟上的，比如说文夏的歌曲，都在那个年代都非常受欢迎。你才几岁啊？哦，今年，今年我几年？有七字头无？有啊，七十五，七十五，哇，真紧吼，身体很帅气啊，真勇敢啊，你吼。你要做唱快是几岁？哦，你唱快是我有靠。
我较慢速度啦，吼，较慢速度。差不多是27岁迄阵。27岁，无，哎呀，就少年家咧。你少年家，哦，一唱安尼。唱四五十年，四五十年，哈哈。事实上，就是偶遇上在我们歌坛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资深，特别在台湾的歌谣啊。啊，不能讲你过去啊，不能讲你唱歌那段时间，因为阮是无都接触到你太古早的故事。啊，有什么较趣味的？比如讲，会现在有歌听，啊，是讲表演的所在。哎呀，在落歌吼是。要做曲盘，对，一块什么？好比讲45转的，一块瓜呢？对，啊对，啊，现在落瓜是什么关键？哦，是哦，那我们落瓜吼，噶起码哦差真多啊，差真多。讲你较早现做啦？是啊，讲较早吼，较早拢是阮拢那要歌唱吼，拢是现场现场现唱的啦。是。现场现场，乐队哈，乐队老师啊，规排号啊，今日要唱什么歌？哦，啊，就开始了。我看什么落？5首还是讲十首，做一摆来，现场现场，哎，对，同时进行的，哦，同时进行，对啊，啊，要唱吼，较早迄歌词拢三段嘛，三段，三段吼，会啊，你也说在一个三段的这个歌词哦，都是代表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嘿，较早的落的是我趣味的，嗯，起码你能够做歌手吼，好落第一遍，第一遍啊，可能小可有 miss。唱得不好吼，啊对，拍过来第二遍啊，佫唱唔对啊，啊对，一句话尔，你即摆讲啊第三拍，就差不多啊，就要好啊，哎，一句一句唔对啊，啊唔对就佫重来啊，重来哦，拍世界嘿，可能个导师咪讲，乐队进去咱台式大乐团有遮侪人，较早无啦，无超贵，无超贵。啊，较早才无几个嘛，差不多哈，八个安尼，七八个啦，少年个对哈，少年哈哈。哎，迄个时阵，恁录客班，迄个甲苏先生，起码大概拢年纪往那正大，而且录音室里面啊，要求的是无迄个杂音，没有杂音，是安尼是啊，迄较早的原因，袂安怎呢？内底都无空气，无像起码空调安尼做家呢。啊，就关喺内面就唱，拢吸在内底，就唱到完安尼就对。对啊，啊，起码真好啊啦，唱唔到 NG， 哦，咱过来过重来。我等下解释一下给观众朋友。啊，起码唔是，听你们讲哦，刚新录出来，录出来，啊，只人哦，只句都不要，啊，一句会使。所以讲，当初那听说讲录音室内底啊，为着袂使让外口的音传入。是啊，风调调，结果那个。这个空调不好，家输了，刮手，大家拢穿内裤安尼，哦，穿内一直痛到对啊，吼，啥个安尼？都唔安呢？热天有影是，天气我那无够热啦，对，拢来咧震动下。是啊，今晚来听下吼，会不会啊？哎，较早的唱片，啊，今晚听下哇，较早的唱片，弹弓啊声吼，弹弓啊声，迄声吼，我拢唔知安那。但是，有啥？但是，咱吼，今晚虽然是咱发展较早的曲盘，是，吼，较唱片，啊，较今卖 CD， 啊，有当时听咧吼，嘿，提较早。卖伤早啦，伤早还无倒听啦。是啊吼，半中国迄个时间吼，在民国40-50年时阵，啊，佫有迄个刻盘，刻盘彩色的，啊有透明的，有红的，有青的。啊是啊是啊。迄阵啊，不能讲那三国时啊，佮放一个吼，即卖 CD 是拢绝对无杂音啦。对。三国时啊，听个唱片的歌，安尼放的时刻震落去，唰一个，哎呀，迄条足亲切的，你知无？对对。好好好。声音啊，听到个抖音啊，会想到讲较早吼。啊对。卡的。起码 CD 都唔免了，你看吼，听个声拢袂过沙沙有。是，所以我一上你起码声熬过这样你亮吼，啊，这大棒安怎唱？我唱大棒，你若找一个时间哦，较早你的一挂好的歌吼，佮佮扣扣轻轻电信录。对啊，我们家里有，刚才有安尼做呢，是啦，有人邀请。你说会不会又怎样吼？帅哥，唱歌是我的趣味啦，啊是上的兴趣。对，哈啦，所以讲。我阿无讲，我那是脑筋我那顿顿的人吼，有啦，看那帅哥有咧讲起吼，我甲即马吼收集，所谓个收集，古早迄装扮的，对对对，代表，看那方面你咧讲装扮的，啊种互恁接待来接班嘛，啊，讲到唱单，我咱即马过来甲介绍，你好听的歌，好安尼哦，嗯，哦，好啊。我话笑啊，那是迄个小过年片哦，即个哇，安尼即个佮嘛是足轻松的。我爸爸就喜欢，嘛爱即个哇，安尼哦，哦，我爸爸今日给你背唱。哇，真惊真惊，安尼，但是唱这条歌是天公上好啊，慢慢袂记你的恰恰嘛，好啊，恰恰好啊，好啊，好，稍微轻松一点。好，老师拜托，谢谢你，谢谢。
个姑娘真好醉，有人讲伊真美丽，可以做人真奇怪，因为伊真欢喜啦，拍点着伊。被倒掉到树上，对，那不不要多久脑充血，还可以演关公。我想要请他又唱这首。风风飘飘飞啊啊！吼，还有少家呢，三年找一个金钟玉瓶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聊聊所谓这个每一个风俗民情不一样，每个国家不同啊，是，就是常常有很多一些，就是看他们的举动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庆祝各方面，它都是很奇怪的怪文啊。对，怪文，提到怪文，平常我们从一些报章杂志会看到一些真的是无奇不有的一些新闻。哎，这世界之大。对，比如说前一阵子也没有多久的时候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是，说说看。发生在广东，有个游乐区，那么游乐区的主办单位呢？想制造一个那个想进金氏记录哦，想进金氏记录。他弄个噱头，他弄了一个玻璃箱，在玻璃箱里头呢，是摆了一万多条的蛇，一万多条蛇，是哦，那可能什么都有了，什么蛇都有，哎，也有毒性的，也没有毒性的，哎，都有，什么都有。青竹丝啊，然后让一位三岁的小女孩呢，是跟蛇相处，哎呀，一起喝吃，一起睡觉，他们想准备待100天的时间，乖乖。结果金氏那边就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行为想进这个金氏记录的话，我们不赞同，因为它太残忍的行为了。确实啊，只为了这个供这个记录里面的这个，非要上榜不可。是这种方法，我觉得这样没有人性。嗯，结果那小女孩待了多少天？后来待了90几天。乖乖。然后金氏那边的那宣布就说，你们这个记录我们不列入，不接受。结果女孩子就安全的就放出来了。所以真的此风不可长，不让大家想尽办法，那什么花样都来了，都来了，蛮残忍的呢。就是说了这个，我就想起我看过一篇日本的报道，在日本也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有个导演呢，他这个请了一位这个演员呢，来演孙悟空。孙悟空，哎，这个演因为为了演孙悟空，选中这个演员了，把他关在动物园里啊，哎，跟猴子相处3个月。哎呀，3个月之后出来，真的是讲话举止都有点像猴子。是，哎呀，不然不知道演出来以后成不成功了。对对。啊，但是这个也是日本人这个民间。演完了以后有没有后遗症？哎，就是啊，就是民间有很多的声音就来了。啊啊。这怎么能这样子演呢？对。那万一演蝙蝠侠，那不是会倒掉到树上？对。那不不要多久脑充血，还可以演关公。哈哈哈哈哈。鬼片的暗，凶狠呐。但是都无安奈的机，是啊，另外还有一则新闻，还有，太棒太棒，来来，是发生在印度，印度有一个老妇人70几岁了，哦，那么因为是乡下老太太呢，平时作息时间呢都很固定，很，哦，这个很正常，嗯，那么从她年轻到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病痛，那很好，没有进过医院，哎，哎呀，那有一天呢，她觉得这个胃老不舒服，胃疼，胃疼。
拖了一段时间，他说不行了，不进医院去看不行了，这个、子女送他去医院了、啊。后来一检查了结果以后呢、哎，医生一出来，就用很诡异的表情，哎呦，发生什么事？里面到底是告诉那个老太太。啊哎，老太太，你的胃痛的问题不是主要的原因。结果，你的肚子里头啊有一个死 胎, 死胎、啊。根据我们的检验的结果呢，在肚子里头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哎呦，跟了他三十多年了。啊，老太太想，那他说，那就是不是要把它开刀拿掉呢？哦，这建议老太太要把它拿掉。那老太太说，嗯，他已经搭在我肚子已经三十多年了，哎呦，好像等我内脏的一部分，哎呦，那就摆着吧，就摆着了。哎呦，肚子里还有一个姐妹。说到这个也挺绝的，还有更绝的，哎、是吗？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母玛利亚是这个处女受胎，啊，所以她这个生的小孩就叫耶稣啊，耶稣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啊，哎，也巧了，也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了同一桩案例。怎么说？有一位少女啊，也是奇怪，她也是处女受胎，医生从这个其他的部位检查，都完全是保证原装的，哎，但是她就是受孕了，奇怪。对，一看了发现他肚子这个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枪伤。哎呀，你看这巧不巧了？怎么了？才知道一两个月前呢、啊，他们那个耶路撒冷那带的中东呢，常常都是战火不断。对。哎，这个在有一天在街头的游击战呢、啊哦，有一颗子弹，穿过一个士兵的裤裆啊，这个子弹继续飞啊，啪嗒一下打到这个少女的这个肚子里去了、哦。哎呀，你说绝不绝？这个枪伤医好，过两个月，哎呀，奇怪了，身体有异状。才发现居然怀孕了啦，你看巧不巧？这真的假的？是真的有记录在，这是耶路撒冷发现的、啊、是吗？嗯，还发生这个事情。哎呀，真是无奇不有啊、嗯、烦恼这个小孩将来取什么名字。那爸爸是谁？就在庆忌看好了。对啊，爸爸是谁还得找一下。哎，其实平常像这些趣闻啊，是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你有这些资料的话、哎、麻烦你提供给我们大家来分享、哎、很有意思的、啊、无奇不有、啊、无奇不有、哎这个、好，紧接着我们来听听下一首精彩的歌曲。别让美好时光留
我对你的坦诚，你要肯定，你要肯定，请打开你家大门，嘿，你家大门，我又按那电铃声。也许我不应该来，也许你不在，只好离开，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只好默默离开，往那一条回家路上，我却看见你却在我家门。主席不能唱，不敢上来。啊，阿爹就吼，还有少干呢，三妹讲那个金锅味片要出来。笑话子。哎呦，够 MC 了。叔叔啊，小哥好。哎，你好，你好，龙千羽。哎，哎呀，唱这个玫瑰花，玫瑰花，唱这款的情歌，玫瑰的代表爱情。对呀、啊，代表爱情，而且是红色的。这个是唱到今天你唱到这朵花的时候想到，不知不觉观众可能跟我想法一样。怎么说？哎呦，要不吹着金鸡啊你哈。哎，这个缘分嘛，跟你一样嘛。还是小孤独处、啊。这个可遇不可求嘛。嗯、非常艳丽，我发现有吗？最近真的吗？说到这个龙千羽啊，要你逛过唱片行的，我这一看呢、啊，很多歌手都摆在那边。对。但是也但跟我那一组一组的放了、嗯，就没几个人。可能出道比较久一点，那出的专辑比较多，所以这样一眼望过去就可以看到一排一排一排产量、嗯，这是在我这个印象中只有几位啊，嗯、有江派的哦，江蕙，哎，哦、跟他生姜了，姜，再来就龙派的哦，龙千羽是不是？哎，龙须菜啊、嗯哦，不敢当，不敢当，哎，瘦细的较好，点点嘛吃，源远流长，哎。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了，那就是说能够这样子啊，稳健中求发展。哎呦，您太客气了，您的红的歌也真不少，你还好。出道倒是时间来算，我记得，哎，以前一到彩虹的时候，你是刚刚出道。对，刚出道那时候，我要感谢我们这个节目另外一个主持人、是凤姐姐的提拔。哎呀，你可以说是力捧啊，唱了一首连续剧插曲。对，难忘的绿柳芳。我们曾在这里滋长，小调的歌、啊，对对，那当中叫江玉琴嘛，对，阿琴吗？是是，都在讲啊，我讲讲对你讲，就笑就笑就了解。没呀没啦，不是要别再跟他讲你啊，妈呀，爱鬼姑啊！哇，阿那我这当雄心哦，像我以前在节目中唱的，对，为你甘愿付出，哎，好，我好厉害，你单点我都真重啊呢哈。其实哈、哦。这首歌哈、啊，说真的不好唱，为什么？尤其那个一、e、哈、啊啊，那个扁形的咬字很难咬了、啊。起伏很高、啊。对，低音很低，高音很高，尤其一个。示范一下。好啊好啊，一个歌第、嗯、最重要就是第一句嘛哈。所以要印象深刻。示范一下，边好边示范边解释好了哈。为你甘愿一切哈，为你爱出去，甘愿爱求等。哎呦哎呦，这个哎呦，
你不说那个不知道唱歌有这么多学问、啊、对对对，要伸缩像小喇叭手这个老师这样子心轻这个帮助他、啊、对对对对，哎，感觉感觉轻呢，轻轻的这样子、哎、那这一句还这么多学问、啊啊、当然了，好好听一下哈。为你甘愿付出一生，这是错误的示范、哎、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唱，羞喊了。我是跟大家讲唱歌就是要这样子高低起伏，要伸缩自如。哎呦，没有没有，给我读一句话呢，就是这个也是你有特色。对对，另外一首歌我也听过，哪一首？半边啊，半边快点。心头不像飞打云，茫茫渺渺飞。你这么喜欢唱这边台词啊，小哥？安尼叫我感情嘛？我跟我安尼唱。哦，你唔知道，我这朋友嘛就爱我的歌。哦呀，奇怪，什么歌手他都不中意，都介意你的歌。真的、啊。KTV 度掉，我那点王千源歌，好摆过来调。嗯嗯嗯嗯，嘛是安尼唱。他又唱这首。茫茫渺渺飞啊。啊！这好，还有少家呢，三妹讲那个金光一瓶要出来，笑夸张。哎呀，够恩水啊那个。笑蛤蟆了，那我就带去。笑蛤蟆，所以用这个技巧，技巧这个有的时候，他用到恰到好处。我郭立光，他那金，他那绑啊那哦，啊那工程，干脆这样，要好好示范一下，列瓜嘛就行。来跟三的，一定要你特别来宾要唱两首，两首，两几的，我的需要穿轨。我来唱你的歌，谢谢。听唱起来，你第一首带来。啊、嗯哦，我带来《爱丽无秀》带给。哎，我来唱一首《伤痕》。哦，好好好。啊、第三段呢？心挂意无路用。一拜三段，好，你好好欣赏起来。来，谢谢。麻烦精神。
大大胸襟，冲冲冲冲冲冲，心肝伊无路用。不错不错，浩然一气呵成，哎呀。本节目最需要这种现场能力很棒的歌手，哪里哪里，我觉得小哥唱我的歌呢，比如有一番的味道，很棒。哪里哪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这个广告过后，好，继续收看《飞上彩虹》。彩虹。我觉得你们两位主持不能唱，不敢上来。再抱紧抱紧一点，贴在你胸前。不想轻说再见。在歌曲的世界里，爱情经常是大家歌咏的题材。是。可是同样的爱情题材，却有两性的不同，有失恋，有单恋的分别。哎，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在现代情歌里面给您介绍的是感情里面可以算是最为难的一种三角恋情的一连串相当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景歌曲的欣赏。解脱的代价却是远离这段感情，执着的你还执迷不悟，高唱着爱你是我的自由。我曾经那么自由，我曾经为自己活得那么洒脱，直到遇见你，到遇见你
才明白是我为自己上了个锁。不断向前祈求，我多么期盼这只是一场好梦。我紧你的手，慢慢的走，宁愿失去一切也不再回头。在这个慌乱的人世里，这段情会经过多少风雨。一旦出现你像孩子的眼睛，我仿佛有了从来没有的勇气。我会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的你，当生命一切都已变成了回忆，在多少夜里否定自己，还深爱着你。我只愿生命过得有意义。我会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等你，虽然你不断从远方捎来消息，要我从今后就忘记你，让生命继续。那爱是不会随光阴老去，爱是种自由。就让我自由。哎呀，这是好美的情景歌手。凤姐好，谢谢凤姐。哎，唐唐，自由真是。哎，刚刚那几首歌下来，听起来真是很撞到人家的心坎里。谢谢。这种三角恋情的歌，你唱了好几首，脍炙人口啊。其实比较代表性应该是奢求了，奢求、到了自由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情感纠缠不清的状态当中呢，让自己开始让爱的感觉放大变大爱这样子。我有一次在广播节目里头听到一段访谈啊，曾经在研究着三角恋爱里头的第三者的角色啊，那你那个时候对这个第三者的角色呢非常的认同啊，他主要那个时候你对这个角色的的解释，他的立场，我觉得你讲得很精彩，可以被接受，对不对？其实当时我觉得认同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录制《奢求》之前，我拍了一部有台的连续剧，那么第一次演第三者角色，是是。那么演完以后非常成功，很多人认为我演了很多部。其实，在演那部角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挣扎了很大，因为毕竟歌者啊，可能在一开始台湾的市场在接受你唱这样子的歌的一个状态，在开始被接受，但是演员，我自己私底下蛮排，说实在蛮不能接受。那在想说，在生活跟工作上，其实自己不能混淆，而且演员最开心的地方就能够演自己生活上不可能去表达了一种情感，对，那我就针对这个角色呢，我去找了很多第三者的状态的朋友啊。那我那时候说可以接受，是因为我觉得爱它都是被接受的，没有任何的错。可是错是错在，当你知道错的时候，你要继续走下去，那样子就不值得原谅了呢。是的，爱是无罪，对对对，爱的灿烂没有关系，最终的结果呢，自己来承担一切。所以第三者蛮苦的。其实第三者这样角色的人哦，我自己演下来以后又唱过来，我觉得，表面上是别人受了很大伤害，其实最大伤害者是自己。是，所以没事不要玩这样游戏。所以我刚刚看认同中也有点同情啊。哎，是同情关系。唐娜在表达歌曲的那种感觉，很诚恳。哎，他很诚恳，就是很发自自己内心去唱每一句，对，而且他的表情非常丰富。谢谢啊。我觉得他有一个 MTV 得奖嘛，有两首 MTV 得奖，对，演得好精彩。谢谢。哎，所以这个从唐娜一出道开始，大家影剧圈就眼睛一亮。不管戏剧的啦，歌唱的，哎呦，这从亚洲歌唱比赛出来，几乎整个亚洲人都注意这位小姐是来自台湾。嗨呀，这个是一下来就一张又接一张的，对，这到日本还去发展了一阵子。是，对，其实当初去日本发展啊，有断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很热爱台湾，我觉得我在台湾都
才刚刚起步，然后呢，我就放弃台湾去日本，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得了一个冠军以后呢，发了一张专辑，我就又回到台湾来。啊，对，还是回到自己的土地比较好，比较好一点。对，刚刚听歌的时候发现他的条件真好，谢谢。除了外在的，还有歌声，好漂亮。那要跟你们学出了好，真假音的调换的时候，那真是处理得很好，而且力道也很好。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歌者，谢谢。情境歌啊，你这类歌曲今天算是一个相当有水准以上的表演。那很谢谢有这样的节目，这样子的单元，让我们有机会唱歌。应该的，因为大家都是共同的歌者，希望把我们这个节目呢，把歌唱的部分呢，经营得更有声色，对，啊、是都需要有一些能唱的唱才能上来。谢谢，那有你们两位主持不能唱不敢上来。说了说了，还要再听啊，还、okay, 再来一首。我再带来一首是我在台湾演艺界唱了差不多7年以后才被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接受的第一首歌曲，抱紧一点，抱紧一点，谢谢，非常有情调的，谢谢。我们来慢慢欣赏唐娜的歌声。OK， 谢谢。
说谎，心里好痛好绝望，世界在狂风中摇摇晃晃，提得起放不下，就连想恨都不忍，泪眼迷茫，可惜幸福关了窗。只剩一身凄凉，梦想变成了妄想，像大海追梦的浪，要打醒我一样明白，难得情人一场，当我学会原谅独自疗伤，怕的是还有盼望，为你在苦痛间流浪。伤念念不忘，提得起放不下，就连想恨都不忍，泪眼迷茫，可惜幸福关了窗。其实呢，我们在这最近一段工作的日子以来，那我最开心的倒是跟这位有关系，因为我在节目中经常我们有很多歌唱的表现，事实上唱歌对我来说在嗓子不是很吃力，但每次都是为了因为你讲很多笑话吓得我嗓子都发麻，嗓子都哑了，笑就把嗓子笑哑。嗨呀，您这还算不错的。怎么了？有的歌星在等还没录影啊，等着等着他声音就倒掉了。谁呀？黄安啊。哦，叫我动好。好，今天节目到此给您告段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日同一个时间再见。晚安。晚安。谢谢大家。